これよ。真相就这么一直陪着你。你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。链子在哪儿？你链子呢？哎，来，阿凡，放这儿就行。哎，公主，对不起啊，这太滑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你事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玄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都站不起来了，还说没事？谁说我站不起来？我站得起来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上来，来。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。我带公主去疗伤，大家继续干活。好嘞，好的，好的。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受伤了？也没跟别人说。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忍着？哎呀，炫珠，你中了。有吗？骗你的，害怕你不说话而已。我爹已经把大典的日子定下来了，25。工匠们修得慢一点，因为修祖先的灵牌确实需要一点时间。还有啊，下游的河道已经挖好了，灌溉得非常顺利，学堂也修好了。这个时间，孩子们应该在读书吧？你把我背着，就是来跟我述职的吗？我的意思是啊，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累吗？不累。以后别在我面前逞强，不要忘了，我一直在你身后。子辰，你那天真的要跟我一起参加祭天大典吗？对啊。是他们给你压力，你才答应的吧？没有啊。那，是你真的想跟我一起祭天？这个手帕还是太短了，我们去找郎中吧。姑娘，你看这木头，质地有松软，有粗硬。这质地坚硬，纹理细腻的称为硬木。这运刀要利落有力，刀刀相符，爽气而不腻，这才是基本的功法。嗯。好，公主殿下。我刚好路过这儿，来看看祭奠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啊，回公主，大小器件已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不过先祖灵牌只剩下雕刻铭文了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哦，这秦姑娘古道热肠，来帮我搬些原料，她特别好学，特向老夫请教这雕艺。伙房还要准备晚餐，公主要是没有其他的事，小人先告辞了。怎么，对自己的事情还挺负责任？小人只是身居其职，负责任是应该的。
好啊，身居其职，看到你这个做百姓的这么恪守本分，还想着来学习这些繁杂的事物，那我这个做公主的怎么样也该赏你一个机会才是。老师傅，哎，先祖的牌位中帝女的铭文刻了吗？哦，回公主还没有。给他刻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。这先祖灵位还是交由专业工匠统一制作吧。小人怕技艺不精耽误了大典。你倒是很谦虚啊。怕是你除了做公主其他的事情都能胜任吧。来，把牌位给他。为已故的帝女好好的刻。晴川，小川儿。晴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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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川，川儿。川姐。小川，小川。川儿，小川，晴川，晴川，你早上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我的镜子丢了，想借你那个铜镜用用。你不是有小白吗？小白，小白是照妖的，怎能够照出大人我的风神俊朗啊？害白丧？就是因为害臊才没说出口。反正我也不想要了。给你吧。虽然我不想要了，但这个也是大黎的至宝，你好好保存着，别搞丢了。放心吧。收着吧。我会把它带到最后一刻的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怎么了呀？你困，你回房间去睡。我困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嗯，那你哎。嗯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嘛，盛情难却。下去。嗯。下去。你下去。好。嗯。傅有云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，我也不怕你。嗯，你不怕我了，所以我才要看看。一会儿你要怎么对付我？过来。过来呀。
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小白，傅九云呢？他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多久回来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要是我知道就好了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啊，他出去办点事儿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那他……